就这样。
的这么这样呢？为什么小五的直播间这么好看，我的直播间？Yeah.
你就相当于被谁掉下来了？
就是在那个人的，对，然后希望大家我没有特别还原的，谢谢大家，我现在我没有吃饭。我要数学啊。
这样的。哇，在这中学，谢谢。Thank you.
是我们要放进去的吗？这个。我有一个洞，我们现在是音色控台。
Notes 没看到我的互动。我想翻，而且这个裙子没法翻啊。乖乖的当初因为来吧，哦，歧视不要骂我。我们叫什么？歧视。不要骂我。太好了。我在找，那个找。在网易云找。叫我在网易云找。啊，我知道他在找人了。他们写这个是昨天。昨天找。看，安起来就行了。再来下一个。OK， 好的。激动。后台准备好了。歧视。格文推。OK， 安琪拉，二一，不要骂我。OK， 看看他们的节目。Yeah.
服。Yeah.
Thank you.
到了吗？王一刘猛男。黑唱黑着唱吗？我没有。你黑唱。采访一下，请问为何你俩要唱这个？好，花花的世界，原来我是一只酒醉的蝴蝶。好了，下一个，下一个是谁的节目呀？是不是宋金冉的呀？耶，是我的宋金冉。为什么？欢迎你啦！如愿。为什么我王一出现了？嗯，确实，我也限制买的，是哪个版本的？我也是个版本。我都给你。我抽哪唱？抽在这。喂喂喂！啊，没开。欢迎来到午夜星空。单身连打这个，但是嗯，就是单身白送礼物是吧？喂，感谢水水，你拿过来送了礼物，你抽哪去？我不感谢。你看这个皇冠送来水水，我不感谢。对，有没有？喂，不感谢。有没有隔一下？我要这个拿过去了，家人们。谢谢。你要怎么问？拿的是什么位啊？这里。那。为什么这个镜像呢？我就是。这个吧，你看，你收到我什么东西？你看你收到皇冠的东西。下面给大家带来一首歌。哇！没事，大家各自玩自己的节目。节目了，喂。没事啊。
我用你这个。然后我们现在先浅抽一个签。我分一下，怎么抽呀？我拿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皇冠。抽一。我刚拿了一分，唱太难听了，宝宝。刚拿了一分，采访时是检查人的。小五，你帮我抽一。刚拿什么？刚拿什么？现在采访来采访一下，先采访一下最近的宋欣然同学。哇哦！马上要开拳了，采访一下，马上开拳了，一直都那个人，希望开拳的声音，有希望拿第一吗？可以考虑的，我觉得是考虑前途的。
不是你要折纸啊？要先分组。好钱，舍不得，舍不得。非常感谢大家能够给我准备到这个点。哇，你居然会说那什么东西？我是高智能生物，高等生物。采访一下，居然是好可惜啊！太合适了，但是有麦克风。装备也掉了一点，所以现在说都会被冲。是这样，我本来 cos 的是格温，后来跳舞的时候呢太热了，就变成了 cos 初音未来。再然后他们说我没有头饰之后很像安琪拉，然后现在我也不知道我是谁了。没事，挺好看的，就是你的背景音有点儿。我早怎么说你都是我大爷，太客气了，王妍希，太客气了啊，没有必要，没有必要，没事。我要看多大年纪了？上次来北京。来，口一，不口一怎么了？你是说口一还是口一？有没有一种可能，你压根就听不见我在讲什么，看我的嘴型也看不懂我在说什么？我是看他们嘴不停的。背景音太大了，啊，背景音太大了。对，背景音太大了，就是没有办法给你看一下，曹子哥，哎，哇，你好啊，你妹妹好，哇，你好可爱，你牛吧，你这个中分 ，Hello， 叔叔，什么？你妹好，说不定一会儿就是，没事，就给你看一眼，这个是花钱的，给你看一眼，这个是花钱的，我找一找，太好了，让你踩，不行，其他人都在，其他人都在接受采访中。哦，小后辈，准备好，这个也是要钱的啊！一会儿把钱鸡腿打到账上来。这怎么看看？这怎么还强行？
长席要钱呐、啊！退退退退退！干嘛干嘛？他北京的小花妹，他很喜欢你。真的好。胖妹你在干嘛？他就是很喜欢你，然后条件就很吸引你。我好像认识他的，但是他们现在在干嘛？他现在听说我们那边在玩游戏，可能没看见他们在工作吗？嗨，可能只有我们在吧。这个要交钱的，树也要交钱的。回头把房子打过来，票卖掉，我们一起。没事，你听不见我就挂了，没关系，我不跟你计较，我原谅你了，我不跟你计较，但是鸡腿该打要打一下啊。我来解释一下，爱你，先休息吧，拜拜。这里头我们一共是四个人分的清楚，然后每次开始只能点到过，然后抽的话再抽过去，都是吃剩的。哦，这个没有，我还不知道我抽到了谁，我只知道数字是谁。那你们去别的直播间帮我看一下，我知道是谁。七，我是七号是谁？应该是六，七号是谁啊？手压了，说这只手压我回家吧。那你倒是赢了呗。来吧，各位，赛前放话环节。一旦我戴上这个手套，这个世界就是我的了。哇！他学我！一起考拉去拿手套了。考拉去拿手套了。考拉你手袋指的利索不？曾经有一句话怎么说，什么什么中国是一只睡着的狮子，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刘胜男，刘胜男是一只睡着的考拉，一旦他戴上手套他就醒了。压小数的比较多。哇哦，才挂这是剪刀，这是剪刀，采取三局两胜还是一局定胜负？三局两胜。好，这两位选手选择三局两胜。好 ，OK， 选手安静。哎，我们能不能 BO 五啊？什么意思？就五局，三局再点。好，选手可以。开始吧。三局两胜。三局两胜。不行，三局两胜。都快 BO 五了啊！卡了。来吧，三局。我还说好话呢，哦、说你会输的。哇哦！剪刀布，哇！
始吧，我们玩的就是刺石头剪刀布。平局了，好紧张啊，这个气氛。小树好像站在奥运会的舞台上，石头剪刀布。啊！王天草赢得了第一局的胜利。来，你们两个并排站一下，我们宣布。你气愤吗？我宣布的第一组胜利是。王小佳，王小佳晋级，王小佳和第二就是第二组胜利的人晋级下一轮。咋了？小树痛杀到金牌，重来。我同事的金牌。好了好了，谁抽到二了？二。我就是二，我是被舔。哦。哇哦。二是谁和谁？还有一个二呢。我是七，二是李佳怡和小熊，是吗？你的这个小心点啊！哇，哎，还没开始呢，你们不要。往你们站近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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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站近点。只是一个石头剪刀布而已，没必要一下子气氛如此焦灼。说句狠话吧，来说句狠话。你死定了。什么？你死定了。反正你都赢了。是谁呀？你们选择三局秒杀还是不进胜负？好，一会儿就逆局了，是吧？三、二、一，石头剪刀布。哇！石头剪刀布。哇！二比零，加上二比零。哇哦！第二把林佳怡赢了，我们要改一下公告。小林，这个要一局定胜。第二轮胜利就是林佳怡，八五。我这个东西打的。谁抽到了三呀？我。还有人吗？三十是三。有可能是我的这个是这样的。不会吧？难道是水水吗？三。是你。哇！刚刚我手剪刀布很烂。我也很烂。年纪最小的两个人，这是我们队年纪最小的两个人。大点声，小鱼大点声。如果小鱼要是赢了的话，他的 PV 就用手机给他随随便便。好了，公平起见。你要放完了吗？放完了。哦，放完了。好。三局两胜吗？小鱼。三局两胜。好，准备。你俩要不站近点。刀破。哇哦。石头剪刀布。还有一把，还有一把，还有一把，很危险了。还有一局，准备，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。哇！好，第三把是水水赢了。好了好了，来，没想到，因为说实话，我手剪刀布真的很菜，没有想到遇到比我更菜的。耶！到现在为止都是前辈赢哎，大姐又是我们俩大姐哦，就他俩，那我在这儿装备呀、啊。娜姐，你俩要求啊？加八。是我觉得这两个没有必然的关系。眼睛有啊。哇！等一下，我戴这个，我也想试。来。假装、啊。你们两个。放个狠话吧，朋友们，来。那个让让我吧，我刚从动物园跑出来这么远。行，金刚，我让你。哎呦，来吧。好，是三局两胜还是一局胜负？三局两。那这道具家其实很恐怖，来我们看一看。紧张。三，等下。好。来吧。三。这个信息到处撩人。一十。石头，没有，石
两个剪刀，平局。石头剪刀布。哇，星星赢了一局。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。准备哦，准备哦。要不你们先说下你们出什么吧。我出剪刀，我也出剪刀。好，石头剪刀布。啊！啊！辣子赢了。太会了，这是第一把后辈赢了的。什么？听到了吗？前辈开始耍赖了。好，第四组，恭喜我们的星星。没关系，胜者。谁出了五啊？王一柳和吕一第五把。第五把是两个人，王一柳和吕一。我带大家好好上。哇哦，他们两个这个就非常的文雅。加入一对啊，就是双方很有礼貌。放狠话吧。我们先石头剪刀布这一局，三局两胜决定。什么？妈呀！听没听到？你可以拍个风。他说他不想说那些有的没的了。好。尾巴。你的狠话，我的狠话。尾巴要不要给我们拿？我。啊，不用不用，我要带着他才有劲儿。天哪！我们是本不行，你转个方向。那你我，那你把你的披风放下。我们看看王一柳能不能穿着披风穿到最后啊，王一柳。看看这个披风有没有加成啊？来吧来吧，来吧来吧，来吧，二一石头，怎么老是有傻子？石头剪刀布。哇哇哇！第一把头头一赢了。石头剪刀布。哇！到三点了，一比一平了。石头剪刀布。哇！这个披风，这个披风。这个披风，我的胜利！谢谢，恭喜你，好和平友。哇哦，这个披风，哇，这个披风真的，哇，这个披风还是有点 buff， 下次也借我的东西了，绝了！谢谢谢谢谢谢各位的支持。好了，我们恭喜第五组的获胜者是王一柳。好后悔啊，他。OK，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第六组，谁呀？第六组是谁呀？两位和何阳七七。哇哦，选手出局了。是青青吗？哎，媳妇，把你的别的。来吧，放狠话吧！你放狠话，放狠话，让我觉得很厉害。刚才一局，你们觉得谁会赢？青青说不敢，不敢。还是石头剪刀。哎，谁喊？谁喊？我们喊，我们喊。三二一，石头剪刀布。我的镜头刚刚不知道怎么他自己就突然走丢了，就说我不知道为什么，现在我们去补着补拍一下赢家。那我们恭喜这一轮获胜的是我又发现了，我想说一下，谢谢谢谢。哇，这个剪刀布真的很厉害。 OK， 下一组第七组。哇哇哇，
我赢了。哇，这 A 是真的惨。哈哈哈哈哈。对我们是七，好，应该还有。那没有什么预测的人，就是我。好，那继续来采访吧。回声一下那个大山出现的。刚刚有谁没采访到的？刚刚有谁没采访到的？现在已经晋级的人有哪些？我看一下。我也晋级了，家人。跟你刚说话也挺好。好，桃子哥，哎，你下一把对战林佳有什么想说的吗？不，是一和二。哎，哎，水子哥，水子哥，是一万四的，有个人要四个，有个人要四个，还有那个技术最好的，失败的，失败的，三四五六，失败的话，再说。开始了，我来请怪配。谢谢优里哥的奶茶。现在要进行抽签了，我好想轮空啊！我说一下规则，规则就是因为我们有七个人嘛，所以有个人会轮空，然后我们有七个签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抽到七的人轮空，然后一和二、三和四、五和六比 ，OK 吗？好，好，来吧。不是少了一个吗？少了一轮。你们说我还能再七一次吗？谢谢一墨装置逍遥的荧光棒。对呀、啊，少了一轮了。对，就七是最好的。哇。哇。不要。随便抽一个吧。我觉得这个应该肯定不是七。我有种预感。还有个谁啊？二。哇。我哪知道哪个是七啊？天草加油！谁是一？一在哪？娜姐。不能信你。谁是七？谁是七？我是七。有黑幕吗？我本来要把张纸给王小佳，王小佳自己选另外一张纸。啊！我是想给你的。哦，爱哇！捡到了，捡到了。好了，一和二，一和二来了。一和二是严娜和罗涵。对，是吧？你们选择一三局两胜，一局精神负。三局两胜，来吧，放狠话吧。我是三。不要以为你俩一块绿，又被我撞到了。叶姐，啊，跳出来我隔壁玩啊。你隔壁是？啊，我隔壁。你隔壁是？为什么他同姓氏的一些好友？啊。没关系，你不要，我跟你说这。打扰不了我，这一波是精神攻击。来吧，来吧，来。这三，你们两个站近一点，站中间一点，站中间一点。三二一，石头剪刀布。对。要不要玩心理战？我好害怕心理战，怎么玩？就是先说。出什么？你们要玩吗？我只是起哄一下。山西女人的对决。那我小五说他出布。我说石头。哦。石头剪刀布。石头剪刀布。石头剪刀布。地面之差。
天我已经提前了练。我知道，我现在应该跟人连麦，我去连麦了。辛苦他。我提前的时候就是练过了。跟谁练？谢谢你哥的奶茶。跟这个练的。啊，我知道了。严娜，刚刚我采访你的时候，你输给我了，你把我运气吸走了。好，那么恭喜第一组获胜的是严娜。哇哦！三四是谁呀、啊？不要再改一下了，你们两个静一点好不好？来，放下狠话吧。哇哦！那是我们的花裤衩还是什么？看看我们是青青实力如此多少多强硬，还是披风？不要给我加这种，起来就会有压力。你们不放狠话了吗？放，还有披风。你们要单举两胜还是？你说，哇，披风，1:1，好可怕啊，这个披风。那你们先抽吧。
剪刀布。哇，我觉得青青真的很厉害，青青真的太厉害了。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。
怎么说呢，就是说总是谢谢我们来自差不多得了的官方支持，然后呢也就是说非常感谢各位品牌方对我们这个活动的大力支持。我们的品牌方是指差不多差不多得了，又是频道又是品牌方。对，然后就是说谢谢大家来就是观摩我们的第一届那个什么玩意儿，就是全网争霸赛情大会，太感人了。你不会真哭了吧？没有。好了，让我们恭喜娜姐。太激动了，谢谢各位这么好的支持。你看来是真的很开心。Thank you.
回视频翻拍，然后今天还回别的东西。所以猴子就不直播了，今天就到这里跟大家说拜拜了。浪漫空泛的爱情，乖乖的外表却隐藏着真心。哇，谢谢快乐小星星的叶杰，谢谢。此时此刻我想听到，对你来说我很重要，猜测烦恼只是符号。谁能看透解开这三角的习题，终于是谁先相遇，三角定律谁来决定，人生的青春无敌。好，早点休息。我爱你，我爱你，从头到终点，我安排你的逻辑，我们的地方和时宜，永远保持神秘距离。是否听到胸口的心跳，扑通着不停轻轻敲。谢谢有你喝的奶茶，谢谢。我们自己就会到处的三角。拜拜。